之后还有机会飞过去。还要少一个，上面能放吗？不行，你把刺球打掉好了啦。墙壁上的刺球，好吧，看你啦。觉得刺球比较烦。杰克，你要铺多少？铺多少什么啦？蜂蜜呀、啊！啊哎、我也没铺很多哦，几个？两个吧。啊，加油，看你表演了。会飞了不起哦。哇！对，还被送走。好了，把那刺球擦掉。有人跑来问我说：“我帮哲平做 PTT 吗？”他是我大学组员吗？应该是怎么有这种问题啊？哲平今天去演讲的样子啊、哦？对，他说不用念啦、啊。会跑来问我，那个拳头出得去吗？这里，可以耶。哎呦，我怎么没踩到？对，射！哎，他进攻会感觉有种缓速的感觉。哦哟，这个流星啊，不行，还不够，还要再一场。还有啦。我干啥了？感觉会死很大哎、欸。三格吗？这样。哇！你在发那边？哇！这个人，反正我也不能得第一。这个人，报复社会喽！啊！黑洞。哦。那边有什么黑洞？哎、欸，查分 days， 你们同分。啊！后面有球，哇、哦！哦，这怎样？走，不是怎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继续。看谁先到是不是？啊！这只是个真虐待啊！你们就只是想看我们受伤，对不对？啊！你们只想看我们受伤。哎呦！哦，笑！音乐，赶快让我们结束这一轮。我活得好痛苦，音乐。哇！哎、欸，没碰到，可恶！没碰到，我又死了。哎呦，这里啊！哇！太强了！呼呼！哎呦！哈哈哈！好正中啊！那个拳头太可怕了，被困住。被羞辱了，啊！所以这样有冠军吗？还是没有吧？都没有啊！没有，那就算了啊！哎、欸，猴子，你玩啊！你玩啊！你就是个猴子！哎、哦欸，嘲讽一下！没有啦，没衣服啦！刚结束怎么会有衣服？猴子 ，OK， 不嘞、哦！你在改那个标题哦、喔，机器、那個，我在改。改那个啊，欸、都没有哎、欸，那就玩新关卡吧，来吧，核工厂或是火山，好啊，看你们选，播个广告，好，那就核工厂，喂，奈请沙，你不会穿吗？你怎么穿衣服？今天你就定的哦。噔噔，出发！起火！哦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哦，玩过哎。那个猴子拿东西的脸怎么讨厌？哦，到最上面是吗？你说像天线宝宝吗？对、啊。要到最上面，我们会从下面然后往上。你玩过？啊那個、慢慢往上。有啊，我玩过啊。你玩过？哦、oh~ 啊。
黄瓜不讲。这个就等他就要上去。旁边可以站吗？旁边不行。看起来是不行。好、哦。然后到最上面。啊，这不会到这里哦。哦，你怎么可以自己就这样上去？什么东西？我明明就讲小蜜蜂，你是不可以骗人的。我没有骗人，我要。这只死猴子，可不快一点啊！死猴子可以不要那么凶吗？那个死猴子，请给我快一点，谢谢。那个死搞音呐，搞音呐，搞我卡紧呢。没有比较好不好？搞音呐，你搞我卡紧呢，谢谢。卡紧呢。你想晃哪里、啊？我想要射。这人谁放的啊？我放的。我没有看到。我想说，你怎么没有要闪的意思？啊，就没看到哎。还想跳这啊？小啊！小。Hello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被夹死的。嗯，哇塞！听说最近花花比较凶，放这里。为什么不能放？这个要粘到东西是不是？那个？为什么我靠近这边不行放？你那最外面是不是有被挡到了、啊？还是哪里啊？行了、欸。会不会是被下面的球挡到、啊？因为那个到下面是开始点吧。可恶！我说谁在趴地上啊？来啊，打死你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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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、太简单啦！干嘛？你是要送分哦、喔？不要啦！没有天线的天线宝宝，天线装在屁股上。哇，这个准备。慢动作，耶！有分数了，有分啦，各位！有分数啦，稳住啊，各位！这屁啦！这可以啦！啊！天机！哇！推我，拜托你！没人得分啦、啊！哎呦，可恶！那墙壁是咋回事嘞？咋会这样啦、啊？可以跳吗？花花在哪？怎么楼梯全部都是花、啊？再来花花。你那个跳不过去、啊，你这不行，你不能太恶意哦。这一格高，你过得去了。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很奇怪，你的思想永远都二十岁，不是二十岁的思想，这样可以吗？笑，哎，跳跳，呜呜啊！喂！你怎么可以害人？你刚刚跳了一下就跑掉，你是怎样？没事，我没事。等一下，你好运。花花来了，打人哦！花花揍他，花花。花花别。你看他笑的真的是活该。好差哦！你被电到！电到！花花，有人偷打我设备吧？没有，什么都没看到。我放上面，我放这边。
更多的花花。我们放这边。那边哦。那我要放这边。哎哎，我手好抖哦，放不下。跳绳。哎呦。哎呦。哎呦。这拳头好可怕！小雨不要乱跳！升职了！冲啊冲啊！死的啦！哈哈，好猛啊！好猛啊！死你！你挂啊！飞喽！飞喽！我戳他啦！弓箭戳死他！啊！哈哈哈！半心嘛！我操！哈哈哈！想捡捡金币啊！想捡钱啊！想捡啊！贪心啊！我拿炸弹干嘛？气死！啊，炸没意义的东西啊！被封锁，这样走过去吗？嗯，什么东西走过去？我说这个不行啦。这黑洞就不行了啦！哎、欸，我的黑洞啊！不行啦，你刚刚走过一次，我们再挑战一次嘛，月。可以从另外一边啊！不可能会有人去踩那个拳头，你当我傻了哦！哎，你怎么又忘了？你怎么死在那？坐姿了，看坐姿。我看到天线宝宝了。哎呦，有花花，花花有守护者了。对，有守护着，守护花花。花生气了，气扑扑花。哎、欸，哦、我被回收了。哇哦！那我觉得我是要走这条了。明月，不要贪。拿到就不要拿了，不要拿了，不要想了，什么都不要想了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什么都不要想了。不行，还是好想拿、哦。贪心鬼。贪心的松鼠。贪心松鼠。你不要再笑了。你不要再笑了，好不好？你赶快过去，好不好？你按 B 放弃、啊。你按 B 放弃，好不好？B 放弃，好不好？超好笑，跟我在那边超烦，楼梯守护者，楼梯守护者花花，我直接开越前走，哦，嘟嘟嘟嘟嘟，我觉得那个应该是被封印了啦。那就算，我觉得应该又还好了啦。嗨，花花。等一下，我笑到忘记跑了啦。花花，你刚看到你的这花花好可怕、啊。我啦。坏坏花。哦。哎，这个好像很难拿呢。哎呦，那不是你自己放的吗？所以我说那边被封印了齁。电梯守护者花花。太可怕了吧。不准从这边走。哦好，那我就不炸那个。那还有什么可以炸、啊、你把那个万恶的平台。你应该把上面的平台打掉吧，总是打花花、啊。他压了你两次、欸。花花才打你一次，那平台压了你两次、欸。哦哟花花。你看我那边死掉。跟花花无关哦，你都是在牵拖。对不起我错怪你了。那边被封印了，你干嘛走那边，他觉得他拿得到吧？加油！永远都二十岁。
二十岁，二十啊！那你怎么有个东西挡住？那你怎么有一个东西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上？因为你上去了。那你怎么有个东西顶头了啦？那东西好像放很久了。没有啊，放很久了，放一阵子了。